今天再给你们冲一个坚果藕粉啊。我现在吃这款是畜牧堂坚果藕粉，它这个味道咋说呢，就不是特别甜，适合年龄大人吃啊，正常女生的话来个两三勺就可以了，我多放点。第一遍用凉水给它稀释了，少放点，给它稀释成这样就可以了，少放点凉水稀释。然后第二遍一定要用刚烧开的沸水给它去冲啊，冲到那种出现粘稠的状态就可以收手了。浇，一直浇。哎，再来点啊，这样的，这就是肯定能成功的。看，我冲的有点多。正常的话，你这一杯当早餐就可以了啊。早餐它这里面含有那个奇亚籽的饱腹感特别强，可以当代餐使用。藕粉。这个东西特别养胃啊，特别适合年龄大的像咱父母那辈的吃，里面有坚果什么巴旦木杏仁了，还有那个葡萄干。